最近过得好吗？还好。你呢？到了吗？还没，再睡一会儿，到了告诉你。你好，你好，两位入住，请恕您身份。我们曾经的恋爱，到底？长什么模样？两个人的记忆到底有多少落差？哎，等一下，谢谢。这酒店不错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哦，以前跟朋友来过。那时候我很不安，一直以来我很喜欢黏着他。你冷不冷呀？总是希望得到他的关注。别闹了，早点睡。他到底有多爱我？有我爱他那么多吗？我先洗澡。那时候我很幸福，一直以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告诉他，可以再相信我多一些。我们明天要干什么？别闹了，早点睡。我以为我和他眼中的世界
是一样的。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不知道？就算你不说话，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在想什么？想跟我分手？不用一直敷衍我。我为什么想分手？我只是因为工作忙没有回你的电话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我每天工作已经很烦了。我就知道你一直嫌我烦。我没有嫌你烦，别闹了好不好？啊？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开开心心的吗？我一点也不开心。我觉得我们俩挺好的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吗？我就是爱胡思乱想，因为你没有认真爱过我。最近过得好吗？还好。你呢？挺好的。我总是想着我们什么时候会再相遇，相遇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跟你想的一样吗？一直带着他，喜欢就一直带着，你不也一直带着？可是那时候我不相信你。你看你的，我看我的，我们的世界就这样错开了。